谢谢小童。Welcome aboard flight 10132 out of this world. I am your AI for this journey. Please get up and dance and wiggle at all times. It's about to get bouncy.水沸腾了，闷了捂了堵了烦了非得张罗了，元素爆炸了 I don't baby what you want 撑着顶着拖着世界末日了，人类倒数着在空中走了，笑着冒着忍着，我是爱你的，就算眼大了，妈妈。演员准备好没有？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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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你今晚星星天发现又剧烈运动员洒了一汗飙心泪止不掉、yeah、这晚你去过哪里吧与哪个他轻轻弹着高调、你坏了却大个夜了人类散发完了今晚十叫背着我不敢轻佻换够了千绝晓你做错事了人类散发完了太过分了，失散反转醉了。Now everybody party!
最大个热了，让你秀发乱了，一边撒娇，背着我不敢牵招，讲够了，请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秀发乱了，要变乱了，我气坏了，得得声入变了，你坏了，最大个热了，让你秀发乱了，一边撒娇，背着我不敢牵招，讲够了，请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秀发乱了。乱了，太过烦了，心扭都靠错了。忘掉天空烦扰，跑起来吧，奔向星河的奇丽。骤然的心胸，荒郊之中舞蹈，星辰野草造出不变的天地。哦哦，这地球太小，像座环形的孤岛，谁会在这儿终老？第八季王牌对王牌，让我们欢迎王牌家族。这一年多不见，没几个会正常走道的了。是因为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呀。你的身份是？我今年可是王牌家族的二当家。等了这么多，我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把贾玲熬走了，恭喜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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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玲呢，因为在忙着自己的新电影啊，等到时候电影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要多多的走进电影院去支持一下。是是是是。在这儿也要特别恭喜杨花花，因为她是第一个在鸟巢四面台开演唱会的人，开票真的是一开两天直接就没了。对，恭喜杨花花啊！其乐融融的一季节目又开始了，但这季呢和往季有点不一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三位王牌好友，他们当中有人在这一季啊会帮助我们家族来完成各项的挑战，但是也有人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咱们的对立面。来，所有人做好准备，欢迎我们的王牌好友。欢迎沙溢、唐嫣、杨迪。哇，欢迎三位王牌好友。大家好，我是穿着粉红色套装的女神，粉红女神。大家好，我是穿着灰色套装的灰色男孩。
你没觉得我们俩有什么相似之处吗？是褶子还是说我跟我师哥不约而同的都蓄了胡须、可能也是这在这暗暗的提醒大家，我们曾经是草，提醒我就校草。站在我们对立面的就是这位郭老师吧？什么郭老师，我是一个天才儿童、我头顶这个锅是接收宇宙信号的。杨迪这集又一次和花花撞鞋了啊！我又撞，哎呀，不分伯仲啊！哎呀，那看起来他的信号比我的好一些吧？当然，我这有一边都不亮了。他可以加长哎，他那个毕竟金属的，人家能伸缩。小童，你扮的是啥呀？我扮的是机器人，机械机 AI。我觉得小童太像机器人本人了。没错。这个身材多一两则多，少一两则少。谢谢二位哥哥。那你俩是多了几两呢？按照人类的标准，半斤和八两吧，半斤。这一季咱们人变多了，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号研发出来的？不然就现编啊，延续上一期的。有得有新的。王牌战队，啥也不会。是这词吗？是这词吗？真是啥也不会。来听一下本季的新口号是：王牌战队啥也不会。介绍一下今天大致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是科幻迷嘛，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为了一部科幻电影来的。面试演员，希望大家可以被选中。电影的名字叫做《火星》。火星。哦。同时我们还请来了帮帮团成员，每个人有一个帮手，欢迎帮帮团。优萃有机奶粉，中国王牌之选。接下来是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王牌时刻。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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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装置高级啊，现在这么开的哈，高级啊。欢迎李雪琪、谢楠、闫妮、周汉良、徐志胜，欢迎。哎呦呦呦呦呦，这怎么找火星的地面这么崎岖的吗？火星。我们就开始现场认领吧，谁是谁的帮手、要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哎呀，来来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哎呀哎呀哎呀，怎么跟我这划过去了呢？我认领这个，这还没握手呢，就这样。我就跟过来了是吗？自动成错了。我不是。来，我认领了，我认领，我认领，我认领。哦，我认领了，我认领了，我认领了，我认领。唐嫣姐上啊。那。我俩那都不叫认领，那叫认养。来来来来，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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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这边收破烂喽，收破烂。还是有人要的，有人有人。整半天我在这儿呢。腾哥，为什么认领谢楠呀？这我穿这身衣服，还看不出来吗？不觉得很有搭档的感觉吗？你看着应该也眼熟吧？我大概知道了，但那个人和这个人不是一个气质吗？不是，主要那个不是校草，那个年轻时候长得就一般，也很帅，也很帅。花花认领雪琴是为啥呀？我主要也是因为说的比唱的好听，哎哎，唱的比说的好听，你看看，很适合搭档。哎呀，哎呀，哎呀，珠联璧合了。那这只大尾巴狼是？腾哥熟吧？这个腾哥应该认识吧？认识吧？可没少挨了他的揍。不会是刚子吧？认识吧？那你是刚子？长得有点变化了啊！这是变异了，变异了。有生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会带大家进入中国电影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中国的科幻电影。中国科幻电影在近几十年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萌芽期到沉寂低调，再到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断成熟，科幻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逐渐成为重要的类型之一，在世界科幻电影之林当中也有着它独特的气质。把脚给我挪开。今天王牌家族和到场嘉宾作为科幻迷，将通过科幻电影选角的方式体验中国科幻电影制作的惊喜环节，带大家深入了解中国科幻电影工业里的中国制造，同时致敬中国的科幻电影。为大家介绍今天选角的主考官，王牌计算机 S。大家好，我是 S， 欢迎各位来到剧组面试现场。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三轮考验，每一轮都会有专业的电影幕后工作人员来考察你们的实力。同时我知道你们对这个电影的结局有不同的想法，有人喜欢圆满的结局，而有人喜欢悲剧的结局，希望炸弹引爆。所以我决定给你们一个改变结局的机会，具体如何做我们稍后公布。这个电影的结局需你们一起努力，就看最终谁能获胜。祝你们好运。我可不可以简单理解成为，就是我们这一堆人里面有卧底？可以这么理解。是一组还是他们分散不同的地方？人数不明，动机不明，他的手段也不明。哦，那是吧？你王牌王牌的调性什么呀？什么呀？那么接下来这位，游戏结束。你以为王牌对王牌的导演脑子那么不好？不就是吗？还没等玩呢，就让你们猜出来了。就永远是卧龙和凤雏吗？就是啊，卧龙凤雏两员大将。现在我们的考验第一站就正式开始了。第一个考验。超时空通信，啊，因为声音是科幻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目前场上的六组面试演员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不是这个力量太不均衡了吧？这还用比啊？这，什么时候有小童的队伍可以在这个环节成为厉害了？我又怎么了？为什么？来五个字儿，小童。收费的。五个字儿。收费的。五个字儿。收费员。五个字儿。好了，我们第一轮是拟音题啊，你们只可以通过肩部以上发出声响，这很难，这只能声音和表情。给花花看一下。哦，这个也不容易。哇哦，好难啊这个。来，挑战开始。哇，他这个好厉害。厉害厉害。四个字。我只能说这个也不考虑他的同伴有没有这个能力。几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神经错乱。冰天雪地。又聪明的猜出来了。首先教你个实底，我没猜出来，我只能原封不动的给你 copy 过来。
四个字，这还是拟声吗？拟声，拟声，而且确实原封不动 copy 过来的。演得很好，跟我一样。我是说实话，我演完都有点迷糊。发疯。四个字儿，来最后一棒。四个字儿，嗯，四个字儿。忽略掉手得，不能看表演，只能听声音，你知道吗？牙疼，四个字儿。啊、哦。是手，连啃带咬，这是一道泥题。声音，这是重点啊！卡一口痰，卡一口痰，没了吗？没了，就你再演，要不你再演一点。你音题，听声音。我没猜出来。我看出来了，就我对面的观众在第一棒的时候，纷纷是这样的。时候，一个女孩就这样，我真的已经知道我吧，那个时候。花花再给演一遍可以吧？我这个手是为了捂住那个麦。哦，对，它是原本是这样。冰天雪地。最后一个字应该是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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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样。倾盆大雨，哎，对对对对对，晴天霹雳，暴雪将至，风雨交加，最后一个字是哗啦啦啦啦，暴什么什么雨，暴风雨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暴风暴雨，你都已经你这对了三个字了，暴风骤雨，暴风大雨，暴风狂雨，字儿都是对的，但就是顺序不对，狂风暴雨，狂风暴雨。不能算对了，不能算对了。那当然不能算对了。